介绍是艺文活动的消息。嘉义市石猴雕刻金奖竞赛今年已经迈入第十届，吸引包括来自云林、台南、屏东、台中、新北等其他县市的优秀创作者报名参赛，情况相当的踊跃。今年总共有28件得奖作品，为即日起到8月27号，在市立博物馆二楼石猴特展区来展出，欢迎市民朋友以及喜爱石猴雕刻的民众踊跃参观，来认识嘉义特有的石猴艺术之美。嘉义是石猴的原乡，嘉义市政府为特别让全国各地的民众了解到嘉义市特有的石猴文化，连续十冬都举办嘉义市石猴雕刻金奖创作比赛。最近这几冬更扩大向全国金奖，吸引来自其他各县市优秀的石雕创作者报名参加。今年都以石猴雕刻金奖竞赛参赛已经行进踊跃，28件的得奖作品对即日起在嘉义市立博物馆的石猴特展区展出。其中首奖是得出系得石猴创作比赛肯定的在地石猴雕刻家吴杰荣，伊再度以吓一跳系得首奖肯定。吴杰荣伫咧2015年第一届参加好厉害石雕金奖比赛系得在地组的第一名。2016年石雕金奖比赛系得优胜。在去年年底的户外创作比赛也取得冠军，成为在地相当受到瞩目的新生代石猴雕刻家。除了对这日起在嘉义市立博物馆展出的石猴雕刻金奖比赛作品展，嘉义市政府也将要在17号来举办颁奖典礼，欢迎嘉义石猴艺术民众把握机会前往欣赏，也让创作者上届实际的肯定和支持。最新新闻，张玉明、王小璇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